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米长阿红，哎呀，大长头。好，那我们上一集打到了这里呀，呀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要来继续战斗。好，那怪了，为什么会有下一场？这下一场是什么 ？What？冠军是 ？What？ 好啊 ，You 会长。哦，你的眼神跟我讲你很 fine。好吧，你好像不太 fine， 你多长出了四只手。这叫什么？锁体魔头。除非一个人死掉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这样。哎，我之前都是怎么打他？我太久没有玩，忘了。各位 ，yes， 哇 ，yes， 把你电爆，还在笑啊？我看你怎么笑，没想到他竟然比会长还要容易的。完蛋。我刚吓死！我现在连一只蚊子从我眼前飞过，我都不会怎么样，因为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它。哦，吓死！哎，打架伤害你我健康，听不到是不是？还在笑，起来给你一个抱抱，嘣！那各位观众，假如你们打锁体魔头会怎么样呢？你们会用什么样道具？我听说有一样道具很好用，那这一次应该是我。好几次我打了，不是，我之前有在练习过锁体魔头了。但老实说，我觉得四级不怎么样哎，四级不怎么样，因为我在打锁体魔头的时候，四级不怎么样啦。因为我那时候是打什么，打三级，然后我还可以满血，那四级应该不算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哦，终于。彻底打败神秘面具了，面具的情报来了，他在 ARM 实验室研制中。会长 ，Are you OK？ 好，会长，你也想带带看？会长怎么了？会长生龙活虎，似乎没事。为什么你要比健康照二日式？哎呀，果然还是老样子啊！好，那我们昨天是元宵节啊，那大家有去做什么事情吗？各位有去做什么事情吗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好，那大家，我可以给大家猜一个灯谜，然后大家知道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哟。好，那灯谜的题目是哒哒了哒哒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他颁奖完。问，好，他颁奖了。
双马尾巨星 ，Arms 告了一个段落啊。好，那各位，我给大家出一个灯谜啊，就是，那我给大家猜一个灯谜啊，就是大家你们猜猜看，纸片中年人，只有片中年人是哪个成语？可以在下面底下留言哦。只有片中年人。纸片中年人是什么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不知道在座看看我们的各位观众手有没有一起摇起来呢？好，那我们这一个应该都会有之后的画面的。哇哇哇，太强了 ！Thanks for playing. Thanks for playing. Okay.看一下我们的徽章，哇，我拿到了这一个，这是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拿到的。那各位观众，影片的最后，大家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米娅出来了。好，那他刚刚在剪他自己的影片啊。好，那假如想要再看我们 Arms 系列的游戏的话，大家都可以按下点赞、按下订阅、按下分享键，分享给你们的家人朋友。一起来看我们的影片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拍下一集哦。好，那我们Arms系列假如破5个 like 的话，那我们就拍下一集。好，那拜拜。